不是说请吃饭吗？怎么是来家里啊？我们冷总想给夫人您一个惊喜。李特助，我跟你们冷总已经离婚了，不要夫人夫人的叫我，让别人误会了不好。一日夫人，终身夫人。你们冷总可不喜欢自作聪明的人。不错，我喜欢。夫人，总裁，你们请。不是说去餐厅吃饭吗？怎么来家里？这是谁家？夫人，这是我们冷总新。这是李毅家。看来李毅工资不少啊。夫人，那不就是我工作表现好吗？夫人，我们冷总给您了一点惊喜。这花还没公司楼下花坛的大吧？这个花吧，是我托朋友从外国运回来。要不冷总跟夫人先喝点酒吧。什么意思啊？饭都没吃，一上来就灌我酒啊？不是，夫人，冷总的意思是说的这瓶酒是他托李助理买的开胃酒。有办法啊？那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。那开胃酒喝完了是不是要有前菜啊？都准备好了，都准备好了。上啊！夫人，李助理的意思是说，冷总今天要亲自给您下厨做一桌饭，食材在厨房准备好了，等着他去呢。这个厨房里没有锅吧？有个水壶。想办法啊！这一两天时间，你让我去怎么找房子啊？冷总让你买个房子的意义是为了做饭。这家伙，这样板房，地都没弄，没有煤气，没有水，你怪不得这么多年你都没一直往上爬。你要明白咱们冷总的意图是不是？您打住，我马上安排。冷总，您放心，我绝对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。十分钟。要不然这样，我车后备箱里呢还有从国外进口的水果。那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。你喜欢在上面。变态，你离我远一点。来，先吃点水果。杜教授，这是今天龙总从国外空运过来的水果，绝对新鲜，绝对甘甜，请二位先尝尝。正好十分钟，龙总菜来了。你们是在逗我吗？不是，龙总，那个我正好还有个会，我们到饭店再聊。璇，这都是为了你啊！这是为了你自己吧？你这么自私！原来你喜欢在上面，好吧？你爸找过我了，让我劝你不要把股份卖掉，但是我拒绝了。你叫我来是为了说这个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？好吧，我承认我脑子里是在上演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你变态，离我远一点。我的家事你不用管，合作愉快。我拒绝了。你爸他真的找我了，让我劝你不要卖掉那些股份。我的家事你不用管。刚才对不起，冒犯了。冷总知道冒犯就好，我不想以后还有这种事发生。以后我可能会经常出现在益生科技，我跟冷总的夫妻关系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结束，现在我们只是清白的合作关系，我不想再因为以前的事而影响工作的事。冷总意下如何？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如果冷总不希望我出现在益生科技，那就另请高明吧。不用了，就这么安排吧。冷总合作愉快，告辞。娟娟，这一点。哎，
的，你不用这么周到，系安全带我还是会的。你前夫就在后面呢，所以你是故意这么体贴做给他看的？他大可不看，爱看不看。听说你爸庄奇找了很多财团想要做空杜氏集团。没必要，我跟他已经离婚了，我们之间本来就没什么关系，你这个行为连给他戴绿帽都算不上。况且龙山本来就不喜欢我，你觉得他会因为这种事生气吗？是吗？那天他抱你去医院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以后别做这种幼稚的行为了，以后传到冷山耳中，估计又会嘲笑我自作多情了。无所谓。听说你爸庄奇找了很多财团想要做空杜氏集团，可是还没等人下手就被人给整垮了，你说会不会是他做的？不可能，也许是虫叔出手了。走吧，我累了。好。舅舅，你不会死？我来找你了。龙总。秦娟，秦娟。我太太已经出了，现在正在抢救。舅舅，你不会死？我来找你了，秦娟。龙总，龙山，这是喝了多少啊？龙山，怎么这么烫啊？想死吗？快给我起来！以后情商再高一些吧，别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。喂，娟娟，有什么事吗？我见你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。姐，冷山急性肺炎住院了，你赶紧过来一下吧。什么？住院了？娟娟，你先在那帮我看着那臭小子，我马上赶过来。好。这辈子和你结婚连离婚都算上也才两年，听说洛宾和你在一起就是两年，就因为他离开你，我嫁给了你，堵住了你要找回他的路，你才这么恨我吧？就因为他回国了，我不想离婚，你才恨不得我去死吧？那你现在找我干什么？去找他啊。龙山，以后情商再高一些吧，别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。喂，娟娟，你在哪儿啊？姐姐到医院了吗？我让护士端了碗粥放在桌子上，你看着让她吃吧，还有点事先走了，随后聊。娟娟送来的。你和杜娟没得比。不是说这个。